嚟到致富点评嘅环节，电话旁边接通咗鞍山资本资产管理部董事黄志扬噶。Hello，Jason， 早晨。Hello， 早晨啊，嘉嘉你好。你好啊，咁啊，中美贸易战升温啦，如果而家拣一啲内地消费品股咧，系咪相对会安全啲咧？知道你今日拣咗只291华润啤酒讲下喎。是啊，咁就你見到其實年初到依家咧，消費類相關股份咧都較為強勢嘅。咁啊，當然一至四月咧，中美嗰邊傾談咧，好似幾好咧，其實佢哋都走勢唔錯。但係相對地咧，就四月打後咧，其實就嗰、那個會議開始咧就決裂啦。咁啊，其實消費類股份咧都依然咧係反覆向上嘅。咁啊，呢一樣嘢咧都代表其實就無論你中美嗰邊貿易戰打到幾好幾差都好啦。咁啊消費類相關股份咧，我覺得喺內地咧都係有機會持續嗰、那個向好嘅。咁啊，因為都係打住呢個第一內地會繼續刺激消費啦，消費升級啦。咁同埋尤其是依家個環境咁差嘅話咧，都可能咧會更加加大嗰個力度咧嚟提升內地嗰個本身消費佔比嘅。咁291啦，咁啊香港其實就唔係咁多隻啤酒股嘅份嘅啫，咁啊得392啊168啦同埋291，咁啊百威冇上到啦。咁由呢幾隻之中咧，咁我覺得就華潤啤酒咧近年咧就做得非常之好嘅，佢哋嗰個業績咧亦都係好穩定。咁所以其實我認為咧，如果今次由39蚊附近呢啲位置咧就落翻嚟36蚊咧，咁投資者係可以留意嘅。咁啊如果內地嗰邊咧就加大力度刺激消費，尤其是依家夏天，其實嗰個都係消費嘅高峰期嚟嘅。咁我覺得有機會咧，佢哋嘅銷售咧都會係唔錯嘅。咁再加上就係頭先講咗百威都冇上嘅，咁其實之前咧諗住會分翻即係分咗某啲資金落去隻百威度咧，依家又回翻翻嚟291度啦。所以其實我覺得相對地，依家買隻百威買隻華潤咧，可能會係較安全啲咯。你啱啱講到咧，等到36蚊咧就可以考慮買入啦。咁點樣部署好啊？嗰個目標價、指示價定係邊一度咧？嗱，就我覺得目標價咧先定響大概係39蚊，上次嗰個高位度啦，唔好咁貪心啦，都呢度都差唔多10% 嘅。咁啊如果跌穿咗條重要嘅100天線啦，咁啊依家大概係34.7附近嘅，咁所以可能34.5啦，俾多少少位佢，咁跌穿條100天線咧，就可能要止蝕噶啦。咁我覺得呢個咧當係中短線部署啦。如果個市佢哋出嚟嘅業績好嘅，咁我覺得係仲可以望到上40蚊樓上嘅。但係依家嗰個市況立立亂咧，都係以短線為主嘅。好，大家可以留意住啦。而家華潤啤酒咧最新係報緊36.05嘅。Jason， 你本身咧有冇揸住呢一隻股份啊？冇持有嘅。唔該曬你今朝早嘅分析。不過提翻大家啦，頭先嘉賓所講嘅只係個人意見，並唔係任何投資建議或者推介。做所有投資都要衡量翻自己可以承受嘅相關風險啊。